高手在民间，请看农民工写字。都说高手在民间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你看过这样写字的？还有这样写字的？就是视频中这个正在黑板上写字的男人，他不仅凭借一手炉火纯青的黑板字爆红网络，他灿烂的笑容更是治愈了无数人。靠着一手漂亮的粉笔板书，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涨粉近300万。他写字的过程让人赏心悦目，百看不厌。网友说，看你写字真是一种享受，能成为你的学生是一生的幸运。还有这样写字的？但是你看过这样写字的吗？简直是高手在民间呀。有人说看你写这么好的字还拿着铁锹，心里平衡多了。还有人说侮辱人的方式有很多，你非要拿铁锹侮辱我。还有人相信说，我相信很多专家看了都自愧不如。是啊，因为出身和为了生活埋没了很多人才，但同样是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，因为网络让大家看到更多的高手脱颖而出，所以他们是幸运的。